醉心爱。贱的！有爹，有妈呀！我做个梦，贱的！我做个梦，爹！这是为了大家好，拜托你，兄弟还有大家，拜托你，妈呀！爹，你袂当去啊！我讲我无情，爹，别跟我打！好了。15世纪末，地理大发现后，欧洲列强海上霸权兴起，开始借由东西半球连通的航路，向东方寻找资源及市场。从16世纪到18世纪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大英帝国相继沿途在东印度群岛及太平洋以南的南洋群岛寻求资源，并据为殖民地。1840年，中英鸦片战争爆发，西方帝国主义以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闭之门。1842年，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，开放五口通商贸易，海禁大开。此时正值非洲农奴废除之际，而南洋殖民地经济蓬勃发展，劳动力大量缺乏时期，而中国也正当积弱不振、民生疾苦之时，殖民政府纷纷派员在闽粤沿海、澳门、香港、广州、厦门等港口招募勤俭、肯吃苦的华工渡海工作。清政府的禁令挡不住这一波排山倒海的华工移民力量，于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正式允许出洋合法化。金门史上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，第一次发生在1860年代，当时灾害频仍，连年欠荒，迫使金门乡民出洋觅食。第二次南渡潮集中在1912到1929年间，此时正是清末明初，国内政治混乱，海盗贼寇猖獗，南洋殖民地相对于国内商业发展治安良好，吸引大批金门青壮人口涌向东南亚谋生。1937到1945年8年抗战期间，金门人为躲避日货，又掀起第三波移民潮。穿梭于金门与南洋间的远洋轮船络绎不绝，载着一批批衣锦返乡的归侨及满怀梦想的帆客。金门帆客随着时代潮流踏上了不归路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，也启动了侨乡的变迁。佛祖兴兴大南海，阿哥烧香贺您拜，甘蔗食少目目清，厦门水路是通饭店，一只好船是新机分。下晡4点要开船，我呢无心是心未稳，想到一顿暗无是歹船。Thank you.
番呢，在金门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下南洋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金门下南洋呢，大概分成三个途径，一个是走东洋，一个呢是走里松，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的罗湾，就是从金门到厦门，然后再到新加坡，从新加坡呢到马来西亚、到印尼，然后呢到里松等等各地，这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罗湾。罗湾的金门乡亲往往只能只身前往，而把妻儿留在家乡。部分金门番客会另觅良缘，造成唐山与南洋两头家庭的时代悲剧。像每一个家有番客的金门阿嬷一样，吴明丽阿嬷历经沧桑的心灵也有一处不能触碰的境地，一碰就伤心，一触就掉泪。罗湾那阵去下尾几多日啦，迄行迄份家生，行到死啦，啊死，迄大石就死，啊死啦去搞别人婆媳来饲啦，啊婆媳来饲。啊，就啊，无偌久，咱迄阵有咧食，有食，有食，啊，甲都无了，咱就禁起。啊，禁起就这禁就无了啊，就无通，敢若个档口袂当个话，啊，袂当去卖地果，啊，大家讲落去地地，我唔地，我搞，后尾行到档口，咱当时咱害，咱食苦袂要紧，啊，后尾行档口，诶，人诶妈咧讲，啊，唔，甘愿安尼。倒去行，艰苦啊，歹命啊！啊，甲通的迄阵十几年啊，十八年那大啦，大过坐边。啊，伊许带迄一过新的查某囝，伊才转，转去许转啊去啊啊，迄人伊迄查某全带，迄查某囝带。啊，伊面迄边那转大，大是阮。阮个大娘哥一囝，呾七嫂也大。啊，人讲个迄阵讲是，呾迄阵哭个声才是。啊，阵呾呾。他用一生的青春当陪嫁，而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能留与谁说？叶元阿嬷的丈夫，当年为了遭李棍。逃难到南洋，留下他与年幼的儿子，他带着一家老小种田干活，靠着每个月的侨汇过活。夫妻两人再见时，丈夫已是白发苍苍的六旬老翁，而叶元也早已青春不在。走路翻啊啊啊啊！母还不担，以前走路翻就担。都担。那是正十多人就担，我不得死。啊，你人衰了。无法了。有大家在寄钱无？寄会到，有寄啦。啊，寄未到，迄阵一站寄未到，都无寄。就是只处做些担土担粪，做些饲一堆啊啊啊！要讨发多。咱迄阵物啊，袂当去南洋找安只啊。我唔去，我无法当去。到一个，佮去坐袂得去，我要偷去。我是咧家兄弟啊，甲因兄弟啊，无人跟伊去，我要偷去。安只物仔，你讲伊会离开翁，袂离开囝？因两拄仔只两个后生哦，伊哪会宝贝？所以用又既然。做哩袂得去去啊！伊就留下，甲总讲要留下。啊，但以前住着阮两个兄弟读书啦，读书的钱的，迄学费的拢是甲迄亲戚五个借的。因谋生不易，金门年轻男人远渡重洋出外奋斗，留下在家乡的妻子，独
独自照顾老小。金门阿嬷是金门裸欢史上一夜不朽的传奇。军女在翻帮，手提皮纸四五张，紧紧寄去给阿娘，叫我阿娘照顾伊，较好名声纪念伊。阿爸，阿母，我要来吃。三顿两顿就多多顿啊。好，我知啊，一定要好好保重嘞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。佚佗，你若要回家，你就回家；若唔回家，行头壁要乱乱杀。金门全岛到处可见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楼，金门人称这些洋楼叫做“环那老”。为了光宗耀祖，远赴外洋谋生、事业有成的帆客，几乎都不忘返乡，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环那老。随着风雨的摧残，金门洋楼早已卸下华丽容颜，但洋楼的一砖一瓦，却都深深烙印着金门人裸欢的血与泪。富裕的华侨，当他们回到家乡之后，新建了规模宏大的洋楼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同时也作为这种光前裕后的一个象征。什么叫光前？就是对祖先有所尊敬，裕后就是对后代有所照顾。那么在这个洋楼的正面上面，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异国情调的装饰主题，华洋杂处，中西合璧，那么都是一些祈福或者是多子多孙等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。在我们背后的这一组建筑群呢，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，欧阳中远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侨汇回来所新建的，是金门最早期的一栋独栋的洋楼。那么有了这些房子，需要有防御系统来保护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墙规的设计。你看最上面有玻璃，那么如果夜间要盗匪翻过去的时候，就要付出一些代价。这里有交叉的叠色砖，看不到里面，可是确实可以维持通风，以及坚固的石墙。最后如果还是有问题，在后面高起的隐藏了一个小的阁楼，那么就可以控制这个巷弄，用火枪把盗匪给击退。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村庄的一种防御的体系。来阿伯来，来拜阿公跟阿祖。你阿祖，我原中原是头一个来丽英的唐人，从开始伊是讨海掠鱼，有一天九月初一。米是一对海回来时，天顶拢是星，看无到月亮。忽然间，伊看到一个地白帽、穿白袍、有淡薄胡须的老人家，搁在拍招呼。这时，伊的船已经过到逐摆红火出现的所在。目睭直直对红火看，忽然间，
伊就真欢喜，伊就讲我看到了。阿公讲是这個？是啊，是这个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，伊用中钢针对新加坡在日常用品来利用，对利用在牙冠、盐盒、土产出新加坡。生意愈做愈大，钱愈赚愈多，就开始成立一个商号，叫金星发。后来林英的产业一半拢是伊的，林英的人民叫伊是头家官。发展以后，伊伫林英起学堂，去金门起大厝，予大家。从京城发到京建发，欧阳家族各自在龙隐这个小村落建立他们的产业，也呼朋引伴，吸引了原乡欧厝的族人纷纷前来龙隐谋生发展，形成连锁式移民。少个翻帮啊，那寄来翻门是白苍苍，目屎流掉的地是面层斑，那回来翻饼是真正香啊，好个啊，翻门寄下做，啊是转翁袂惊钱啦，翁去长囝咪无心啦，啊咧欢喜翻门咧白苍苍，早起日照是花人影。提起针线是咧出心疼，针线提起工与袂咧心子无心通来做。抵达人生地不熟的南洋岛地，许多的金门番客只好出卖劳力，省吃俭用，分毫都不敢浪费，然后再定期的汇钱。寄回唐山金门家乡奉养亲人。我是讲老丁仔是咱平啊，哦，平林人。伫差不多一九二十几年，啊，伊结婚了以后，伊就来，无偌久，我伫金门就出事咯。啊，八岁安尼发生了，我日本拄啊，迄一年啊，迄一九三十七年冬吼，日本还袂起送啊金门吼，啊，我甲外妈、甲这个老母、甲我三个就是哈，三更半暝就是，也去甲西坡头，西坡头才去搭这个船，搭帆船啊，去烈士小金门吼，啊，伫烈士小金门住一暗，啊，才坐船坐这帆船去，过去厦门，住甲一天啊两暗安尼款，也落去人办理手续，搭办好事大船啊，就是。经过汕头咯，去香港咯，吼，啊，才到新加坡，安尼迄个行程都差不多是六七天啦。啊，到新加坡就客栈咯，就华侨站咯，就闽南尔，过去就搁搭一只迄得个船吼。这暗暝咧，水都刚好，刚好，对我来吼，来来。啊，刚好了咧。搞到吼，紧点点休息点吼，辛苦了吼。你请你好，谢谢啊。战乱的时阵吼，哎，正式的配角是无啦吼，尤其是这个年老要到，大家都叫我讲啊，你给我写，煞甲退去寄。后摆呐回文啊来，我再去。甲退来个收来个收镭咧吼，伊咯爱完全是义务的。啊，这收批的人伊不是趁真正报的，伊交去往新加坡，啊，新加坡的入刑这几款的吼，啊，入刑伊人则去交金门的什么一个三亿，啊，有迄个伊人则去转，啊，迄批真安全，迄回文来了收落镭，咱这边啊，迄真安全，袂讲骗。啊，我们得换批哦。哦，有，哦，这，嗯，哦，哎，一百块呢。
好，来。静啊，有恁的反馈啦。我伫这个日子过了真好，我寄一块钱转来互你用，请你免烦恼。经过无偌久的时间，我就转来金门，你得好好照顾身体，不孝顺，添砖，敬上。添砖怪顺。收到你的批干百块，心内真欢喜。阿嬷的年纪一年一年老了，一世人不知影得是才过当见面。你出门伫外，就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有闲上社批转来，有囝钱也无要紧。思念你阿嬷，我啊，我阿嬷啊，伊迄阵爱护家乡，安怎和平了，伊就转。我即斗我的四个小弟啊，拢出事了，拢拢本是伊有照顾，啥照应。啊，和平后伊讲伊要转去，一辈老骨头放下咱的家乡，啊，转去就落转落战乱，转去可能头在战，啊，迄就真凄惨。啊，我一点点咧加这批，吼，就是这。迄大包还就是我咧寄予伊的，啊，寄予伊啦，咧寄予伊迄落，啊，都无。除了寄还坡、奔还饼，也是金门落番史中一页令人回味再三的历史。这个吼，这阮这好的一段回忆啦。我虽然吼，像黄老师，我嘛大家皆有分过啦。只要阮阿乡里哦有人华侨带。我就赶紧来排队，做热闹嘛。啊，排队有啥物好处呢？一人会分两块饭饼。哇，迄饭饼足好食，你知？真香。哦，迄阵阮的华侨吼，因为是计是单独去个较侪，啊，深坑较咧管了侨基地着，啊，所以伊来找亲人，找亲人对我老侨社是上好啊，啊，若无就找这庙寺庙，这侨基地南庙会有这金庙啊，主要是迄阵阮为是基仙啦，啊，为一半乡亲啦，哦，伊就伫金门咧拜神明啦，就顺便就请去游两西。啊，种名比如讲苏王爷啦、文殊公啦，阮一般金门的佛师神明有拢有。信仰是最早凝聚海外华人移民的主要管道。刚来的移民俗称新客，海外侨社提供新客暂时落脚的孤里间。孤里间的前身往往就是庙宇。有些侨社便是由孤里间转变而来。华人最早下南洋的移民史，据史书记载，始于明朝。1409年，郑和将军奉永乐皇帝之命，三下南洋宣扬国威，顺道访问马六甲。
西元十五世纪之前，马六甲王国只是一个经常遭受北方暹罗强国武力侵略，尚未被承认的自主国。永乐皇帝答应让郑和大军驻扎马六甲海域给予保护外，并册封国王拜拉米苏拉为马勒加国王。郑和将军在此留下许多供后人凭吊的历史遗迹，也为华人开启了海外移民的第一页。海外华人势力以其方言分为福建、广东、潮州、客家、海南五大支，惠安、荆门、同安属福建的分支。中国强韧的血缘脐带，促使早期华人移民热衷设立宗亲组织。不同的语言和区域特征，导致他们各自成立代表其方言的会馆。金门人来到巴桑呢，是1909年啦，就来到巴桑了。在巴桑当阵时呢，咱的家卡就是伫个金牙街，啊，即卖呢就叫做林茂街啦。啊，咱住伫个一楼，啊，就成立这金鹅岗、鹅德经、古里经啦。啊，咱这边的乡亲，较早来的就是带人去找工去，来去做。啊，那是工去做完了，就搁堆来遐住。1946年咧，啊，咱会馆就成一寡较有知识的这分子咧，就讲，就来成立一个会馆。啊，咱成立到即摆咧，已经是63年啦。啊，咱的乡亲咧，就会使讲一啊合作团结。新客初来乍到，只身远离家乡来到南洋，失去家庭精神支柱，难免饱受思乡之苦。有俱乐部性质的无声协进社，成了他们一解乡愁的避风港。1926年、1926年的，一寡外省人就要来咱会馆拍人，咱的乡亲看到一个就冲头出去，就大声喊叫回来，伊人来了，拢等咱回来来甲要甲伊拼，要甲伊车拼这样款。其实是剩一个人的嘛，啊！伊人就听到讲回来啊，也是走散啊，安尼。咩代志啊？你车拼啦！乡亲就是予伊人欺负甲真得厉害，所以就召集一寡乡亲呢，啊，大家绑一个红棍，绑一个红手棍，啊，扛棺材，棺材内面是有人的，是堆些武器啊、石头片啊、扁担啊，甲插堆咯，啊，去甲用乡里人拍。经过这段车拼以后，咱的乡亲就讲咱表现讲真团结啦。外省人也是讲咱真团结，啊，咱人为着这团结的精神，啊，就成立这会馆。咱成立会馆，就是讲联络咱的乡谊，同时表示团结，同时也希望讲咱的乡亲以后会子子孙孙，大家都会知影讲咱是金门人。离巴生港约12海里，有一座孤悬的岛屿——吉胆岛。吉胆岛又称蟹岛，其实是一个布满红树林的沼泽岛，是雪兰莪州最大的渔村。涨潮时海水淹过地面，
因此居民大部分都住在木构的高脚屋。岛上至今没有公路，也没有汽车，约有200位金门人在此寄居，靠海讨生活。由于年轻人口大量外移，结果使得岛上老人与小孩四处可见。咋咋？哎，咋咋咋？这个，对。现在这，好，好，好的好。哎，新年好，好好，感谢感谢啊。吉丹岛上的金吴江会馆成立于1952年。1967年，一场大火烧尽了岛上180多间屋子，会馆也不能幸免。在金门士绅鼎力相助下，1971年首度整修完成，1987年再度扩建装修完工。卡早是无会馆，卡早是古地经。啊，落后，因为潮州甲福建时常去冲突，啊，咱为着要解决因的纠纷，所以讲咱才来设这个金湖港会馆，啊，来甲因处理这个纠纷。处理纠纷了后，就造成代志就较少。啊，时常银行就要来甲咱的会馆甲咱敲，啊，所以讲造成咱能处理事，咱本真正公平就对了。咱金门人来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南岛。都是顶着为了这沿海，咱靠这个钓鱼、甲斩茶，啊，甲做淡薄生意囝。啊，所以按怎咧联想讲来顶着这个、顶着这个去南岛咧，就是咱因为咱金门常讲，就是金门也是一个海岛，啊，所以讲就顶着这个去南岛。咱金门人咧较早人数会较侪，一万新咧就直直搬出去，搬出来就当咱金门人在这去南岛咧，就是真正少了，就是啥讲，咱因为咱金门常讲是老人与小孩一岛。这种这么样的啊。五人饲囝要奉承，五女饲囝要做兵。今日出去训练都认真，后来进国家领兵。四英五贤妻，我今日天台光明。五人饲囝要奉承。无义饲囝要做兵，今日出门训练就认真。1937年10月26日，日军从旧金城登陆金门，居民纷纷向同安、厦门一带逃难。许多家庭连夜逃跑去南洋伊清，遭李棍到南洋伊清逃难，成了生活在30年代的金门人难以泯灭的回忆。咱是1932年啦，伫金门出世的啦。啊，就6月了后咯，日本来占咱金门咯，摕咱金门啦。啊，老爸是伫厦门陶艺店工作啦。啊，来拜托人来接咱老母、大姊，甲咱本身三个来厦门。啊，来厦门了后，再过三做阵来新加坡。新加坡了后，才阁转来咱马来西亚。咱迄阵来到马来西亚咯，日本有人来占咱马来西亚。迄阵咱就读册、读小学尔咯。啊，日本来了，咱无机会，才阁读册咯。啊，啊，阁老爸个性呐，就爱负担这家庭，去破产费一担咱两担嘛。我是1932年金门出世，西村。迄阵的谈家，我全家有6个人，除了我阿公住伫长山，我
我能活的，这名在河村找来这厦门，然后呢，继续做手办手术，然后他来新加坡，啊，他来啊，1945年日本投降，我已经是12岁，当时呢，我就去读册读3年。他那三年因为家庭艰苦，就去做山工，做山工做了也是兼家孙。1937年，中日战争爆发，华侨虽然身处异乡，看见祖国锦绣河山成一片焦土，无不出钱出力，从事救亡图存工作。卢沟桥事变之后呢，我们海外的华人在这个陈嘉庚老先生领导之下，那么就发动了一个华侨筹整会。当时啊，在他的登高一呼之下呢，新马各地包括我们马六甲的，特别是福建人所捐的钱很多。不但这个，我们还出了一些人士啊，参与这个，这个积功为国服务的，在缅甸那边，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出尽绵力。不过因为就是出了太多力，一些在本地的汉奸呐、啊，就将这些出钱的人呐、啊，呈给后来侵占我们这边的日寇的政府。这些呢遭殃的变成是他们，所以马六甲的受杀害的呢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被这些检证了之后啊，都埋在这里，一共有整千具的这个尸骨在这里。金桥在马来半岛的抗日运动中，以柔佛州之巴杜巴哈及麻坡两地受害最为惨烈。金桥、欧阳兆乐、郑天在、林琴坊、严清文等因筹赈捐书工作被捕，慷慨就义。以前那种马来华侨有这个筹钱会了，啊，筹款这卖花筹款寄去救国了，所以日本到马来。怕你们啊，对华人有顾客增加不满。嗯嗯。啊，所以这些东西，我老爸就是安尼掠去抬啦。哦。并且讲一些啊，无讲迄啰无罪无罪乱掠啦，掠去抬。我8岁，迄阵伫金门，日本侵略金门，对金门城上山。嗯。啊，我迄阵就走厦门，日本佫再来厦门来炸，来轰炸，也不如走去五岭寺。嗯。我临时了，我就走去新加坡，新加坡了，我搁过转来马来西亚，转来马来西亚，日本搁再来南京马来西亚，啊，马来日本南京3年8个月，伫迄3年8个月中间，种个受苦，马上一款乌暗的日子啦，啊，回忆过去的历史，就想搁一首歌会凄惨种种，现在是来个回忆的哈。嗯嗯，日本鬼子的大炮。轰毁了我们的家，枪杀了爸爸，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。哭啼有什么用处？请参加抗日军，赶走了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的光荣。距离新加坡西北方约20公里，有一个古老的渔村龟阁。金门人在村中占绝对多数，在这里连外籍人也用金门话来沟通。在这个典型的海外金门村，我们看到当年大多数金门番客在异乡讨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这是牛蹄子刀。然后，好，滚下这里哈，这里。那是啊，行好。阿仔啊，我咧金咱金门的这乡亲啊，范老师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来坐啊。行好，行好。诶，阿仔，你是是哪人？唔知啥物人来招的吼？啊，是我阿公的手，到即阵，从我到我即代是第三代了。是。啊，较早是拢在掠鱼啦，是慢慢是看这鱼愈来愈少，我老爸才开始饲鱼啦。啊，到即阵也有三十年了嘛。嗯。那是讲我读册是甲读啊到中学了啦。到中学。啊，落来就是入来这个大海洋大学饲鱼啦。海洋大学。海洋大学。是是。啊，那这生活的情形唔知怎样？那是讲生活来讲，即阵的生活水准，爱讲享受是无啦。嗯。那是讲是算我讲心情享受啊，即款啊，娱乐个啊，会使啦，就这地方啊。那是讲十多年前来讲，这少年家这边啊，走真多出去，因为鱼虾愈来愈少，是也无啊。只正十年来，那是看这饲鱼啦，加这旅客啦。伊人拢会倒转来这边做，因为这边较有通食，因为这地方有通好发展，少年家都会拿会着。是是是。啊，就像金门这帮嘛是发展嘛是袂歹。对对对。是安尼款的情形哦。是是。有啦，钓鱼啦，石斑啦，买啦袂？啊，这是咱金门人。嗯嗯。哦，你好啊。阿青啊，我介绍一个咱金门的乡亲，来个小伯啊。哦，丁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请慢哈。嗯。诶，阿青啊。嗯。诶，我问者，你唔知是大人什么人开始才来招的哈？以前我讲传落来，阿廖我讲吃包包包衣，无吃出来。啊！了我八岁，我老爸就过身了。出事八岁，我老爸过身了。啊！我细汉就爱做饲鱼、掠鱼哦。啊！但是无创梦咯。啊！了我出事，出来饲六个。哦。啊！我老母、我某两个囝，一出事。啊！啊！趁这来趁这。哦，拢计靠你一个咯。早期金门番客来到南洋谋生，大都是靠海讨生活，从事山板驳船、红树林砍柴及捕鱼。此外，金门人也靠着劳力和一点识字的能力，在酒吧行、火炭业和火炬厂里为生活打拼。发生金门会馆主席拿督吕庆安的父亲与祖父，初到南洋拓荒时期，也在红树林度过一段艰苦岁月。我老爸是伫金门里头来，所以来这边做工，他流泪了，转去金门娶某。娶了某咧，就去过来这边做工。然后这边煞日本拍战，我的老爸未对那边，所以来这边呢，才去娶我的老母。安尼等到和平的时阵呢，我的老爸佫转去娶我的大老母过来。啊，我十三岁就出来帮手过三班。我的人是较细汉，每一抓。我咧才赚两角钱尔。每一工的赚的钱，我咧才有一块分。所以后来到甲这个1970年八月三十一号，我才开始家己做我的生意，搏住。到我后来
买卖、甲板、甲木材。后来我的生意直直做，做啊到1987年，我才做加工农。每一年都会起落一间加工农，到我1997年风波一日来的时阵，那人真辛苦，损失到真厉害。后来那人搁再是直直拍拼，到我今日才倒对这个成绩起来。马六甲的海上运输业几乎都是由金门人包办。马六甲人尽皆知的金门人，要算是号称马六甲山王的吴新泉和马六甲海王的吴仲坦了。吴仲坦是马六甲金门会馆的创始人之一，吴新泉则是金泉发商号的创办人。你讲金门人偌艰苦，为着要出国趁食，袂惊做所谓老人要趁食。每一个人出国趁食都想要发财，但是无定着讲伊会成功。毋是每一个金门人出国趁食，就亲像伊阿祖吴新泉，成做山王。毋是每一个人有这款机会。即讲我会记，我细汉迄阵，常常阿祖、阿公、阿妈，常常煮即安签啊、蚵仔面线啊、甲蚵仔煎。我相信呢，伊人虽然是伫人伫马来西亚，我相信伊人的心真孝念金门，是毋是啊？是啊，就是安尼讲，所以便去买菜，有看到金门河，伊就买转来煮，所以你才食会着。因为就要想到金门啊，食离开安尼侪年了啊，无通食着，所以边看着就边买。在马来西亚杰出金桥企业家当中，最有成就与贡献者，当是丹斯里杨忠礼。丹斯里杨忠礼是华资企业腹背开拓。自身创业，儿孙传承的楷模。当时阮许多人来马来西亚时阵，迄阵是差不多还是19岁呀。来就外口一个我这个表姑的所在，开一个房寮来做一个自己啊。做了3年的时阵呢，阮许多人的迄种创业的。进出心真重，所以过了3年了，有点头痛了，伊就家己要创业，所以就离开巴山，找个盈利的所在咧，另外去开一间房寮。当时交通也无方便，当时国家当时也无啥物发展，这个罗里车真少。不过阮是大人，真蹊跷啦，结果以后去买一辆罗里车，这是一个日本来占领咱马来西亚3年8个月的。当时嘛，汽车拢当予英国军破坏了，所以阮徛迄所在咧，拄到阮一村村来一顶高丽车，他来载的。啊，迄当时诶，阮是大人诶，常常有病，所以这高丽车生意由我负责。所以我就13、14岁就倒进高丽车，来恁来做生意，来载货，伫咱过来生活，再加叫人保护，加个在所所在。我有7个囡仔，啊，27个孙啊。在因人有诶是读中文，有诶是读英校诶，但是读英校甲即个华校诶，我拢是5岁就来互我教数学，教因人初中3个数学，我教字诶一个对一个。啊，我爱教因人咱中国人诶传统，咱诶传统诶文化思想、风俗习惯，咱爱甲伊讲，互伊知影。咱这是中国人的后代啊！人那是知影饮水思源，未歹个滴滴咯啊！这最重要。
因为我本身对教育是有兴趣啦。我教书27年，然后我提早退休，退休了我阁是伫学校服务啦。啊，就是学校需要我的所在，我尽力去做。啊，唔敢讲贡献啦，就是讲小可啦，做啥啥物需要的，我能力做会到的，我都去尽力去做。杨忠礼一路走来，能够化危机为转机，秉持的是诚信的原则。显山石矿的开采，是杨忠礼事业王国的开端。1980年，自建的杨忠礼办公大楼落成，事业经营的触角也随之更广阔。1941年呢，世界能源大危机，我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，当时这个物价涨得很厉害，几乎在10倍以上。我为了要实现我的诚信，所以我倾家荡产也将这些工作，给他完成。所以呢，为人呢，这个诚信很要紧。虽然我们遭遇的这么大的困难，同时朋友也可以帮助我们的，就是说人要以诚为主，这是我为人的最大的这个宗旨。在亚洲周刊主办的年度国际华商500排行榜中，杨忠礼集团排名第73。全球500华商综合企业排名中 ，YTL 公司是入榜的马来西亚3家华商企业之一。长子杨素斌被《财富》杂志评为亚洲25位最有权力的商人之一。马来西亚第二代金侨当中，白手起家，并且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，以年轻企业家拿督陈成龙为典范。童年的时候家庭贫穷，比较吃亏，对，会难免给人家看不起。其实我要感谢这些看不起我的人，也给我机会能证明自己。那以前小时候穷嘛，都是一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，那是我想要做一个更好更大间的房子，更舒服的房子让家人住。
们，看这题，59乘4是多少呀？成龙，陈成龙，站起来。专心上课，看前面。马老师，这个是成龙6年级毕业的毕业照。是吗？这个就是他本人了。这一位。这一位。对，个子蛮高的。蛮高，对。他小时候很爱运动了，所以他也是我们田径队的代表。获奖无数了。是。在田径赛里面，他是田径选手，他获得了冠军。这张照片呢，是他获领奖的时候的一个纪念照。跌倒又爬起的夺标精神，日后也深深烙印在陈成龙这位青年创业家的一生。在短短的奋斗岁月，使他不仅获得柔佛州的地产医生的美誉，并享有居銮发展之父的封号。我出来到现在都没有改过行，我在建筑设计公司，也在承包商公司，也在开发商工作。在1988年，我成立了自己的龙城集团。记得当时也跟州政府联营开发城市里面的一个商业金融中心。那记得当初呢，我们跟政府联营的合约赔偿这些搬迁非法物是每户3000，那我赔偿是30000。那假如他要拿房子呢，他只补我10000。那当时的县长为了感激我，也在这条街命名陈成龙街。金门这个弹丸之地的后代移民出了许多世界级的富豪，他们躲过石油危机、亚洲金融风暴，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，他们却秉持家训，甘愿用10块钱赚一块，也不用1块赚10块。他们说，慢钱更容易留在身边。爱最亲娘娘，不死心，不甘心，不带心小人。天顶无雨的起风台，溪边无风是吃竹排。在前仆后继的金门出洋客中，大部分帆客无法衣锦还乡，在工作之余精神毫无寄托。那些抵御不了吃喝嫖赌4大诱惑的新客，便会流连在纵欲场所里寻求解脱。日子久了，当初漂洋过海的出洋梦也就淡忘了，流落异乡就成了大多数帆客的写照。一只螃蟹四身骨，西去出坑要佚佗，为了反映四命无，险险无命转来探金哥。老家在金宁乡湖下村，今年82岁的杨独乃老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所经历的失意人生，
代表更多金门帆客背后血泪交织的故事。啊，我讲，啊，对啊，你讲，啊，太啊，歹势，见笑，啊啊，无见地半行啊，啊啊，太啊，太多。三六年买买灯火安尼，啊，更啊最老回去。三二分去，啊七二分生一个查囝，啊老二无会无生，全咧查囝，咧某全落六百啊占去，啊全无啊，无某无半。啊，佮伊无读落书，毋捌半字啦。啊，然后全咧护照点啊倒个，啊全无去改变。啊，阮佮阿舅，落迄阵落房弄甚物去，我地址加分。啊，然后啦去隔壁店啊扫涂骹，啊佮老来人都毋请。啊，佫也叫倒，阮咧前栋伫敲电话，啊叫倒。你会认得我袂？会记得我？八万。头一摆，林小弟去新加坡要叫你倒的时阵，你迄阵物啊无想要倒。你讲见笑啊，无镭啊，歹势啊，太多啊。啊，然后那个去叫一边啊倒。啊，后尾咱本来政府真好啊，来甲收容，啊，无落来。他乡住久了，慢慢成了家乡。金桥观念也逐渐地由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。啊，唔知恁是大人什么时阵来马来西亚的吼？从我知道哈，他是八九岁已经从金门过来了。后来呢，他就跟金门乡亲进树林砍柴，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。啊，一去呢就是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。那时候啊，我先生在报关行打工啊，一个月薪水才400多块，还要养家，真的很辛苦。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，要一起去创业。然后我们就从一张桌子和一只电话做起啊，做到现在一做就20年了。黄老师啊。我先麻烦拜托你给我做上代志。我金门的亲人啊，我阿哥的子孙啊，我先麻烦你去给我找一下。好，金门唔知徛伫叨一乡吼？湖尾。湖尾。嗯，好好。阿黄老师，这相片记得。哦，这个。麻烦啊，你给我们倒车一下。好。这跩什么是我阿哥的子孙啊？哦，这个是金门这亲人的相片。是啊是啊。诶，湖尾我所知影的吼，姓陈的。做啦，会使讲可能无几搞杂，吓啊！所以呐，照这款经营来找，应该是无困难才对啦。啊，你还拜托阮老师帮忙找一下，感谢阮。青根团伫空空一年，咱能办到今日，阮青根团对会馆的活动真好，好，拖了咱乡亲真正团结合作。除了这，咱阁有中秋节啦。新年大团拜啦，等等的活动，当今咱会馆的活动，会使讲真正真正多啦，哦，相信咱下岗落去会做更加好。金门人，巴生的金门人，坦白讲，会愈拖就愈白，就哦，愈来愈团结啦。对于土生的第二代、第三代金桥而言。富足之邦，反倒成了异乡。古早细汉呢，我老爸老母常常去会馆，我就问咱去会馆做咩？我印象呢，去会馆呢是一个拍麻将的地方，是一个老人俱乐部。我就无介意去。有一天，我老母就讲，搁到有一个新根，又叫我去，我就想 OK， 我下摆再去看麦，去健康麦啦。我对阿咧。我感觉这个会馆是有一个意思的会馆，伊让我会使知影做物件。我老母就叫我较爱有意思参加这个青年团，我就讲 OK， 我参加。每次进门之前，我的朋友就问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就跟他们讲我是从中国来的。去了金门以后，我就发觉到我才是金门人。
不是，你提上面来，这人你唔知八个。我唔可八个呢。嘿，啊你无你讲，无我那边国家妈妈。好好，啊你无来，好。转下这间个正式。好，这边去，我过那边那间个正式。哎，是。好好好。好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好。请问一下哈，相片内底这个人，哎，啊，这个像我是女的，真是，也是我，这是女哈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阮大哥，好，这个大哥，哦，啊，恁公公对了，对，伊是安尼啦，马来西亚哦，恁的亲人啊，讲拜托我阿姨来个。金门来个找伊的亲人啦。Hello。哎，啊，我即摆已经找到啊咧。嘿嘿。哇，好欢喜啊！多谢多谢多谢。我想看。我王老师看。哦，好，刚刚找到了哈。传到阿哥，唔惊你有捡好无？啊，我都拍算拍一只金马给伊啦吼。我一个地老，你会传无啊？阿公，爸，今晚呢都不等金了，请恁甲阮做阵等去。罗欢的事迹已成历史。2010年，金门寻根团带回来一群海外金门子弟，他们魂牵梦系的是对金门故乡的思念与返乡寻根的梦。这个纪念馆的前身是个老房子，是个闽南式的老房子，就是我的堂伯杨青年出生跟长大的地方，一直到结婚才到南洋去。所以他每次回来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家庭生活都念念不忘金门。那么我的堂哥杨宗礼是他的第三公子，也是在这种庭训之下，也是虽然是马来西亚出生的，但是也是念念不忘金门。这次我带我这些孙子们到回到这个家乡，就是要给他们知道我们的根从哪里来的。今年我带了5个，我每年都带了3个4个，做几批带。还有，我想还有最后一批，大概是明年，每年我都带了一批孙子回来，给他们懂得我们的家乡在哪里。啊，金门就是我们的根。后山陈氏旅居马来西亚论文州下孙拿多陈成良夫妇孙子孙返乡制作。祭奠开始，祖先者一位，辈先者一位，上香。好好好
带了阿姨弟弟去啊。啊，多少人在这边？我给带，我给带上去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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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弟啊，阿一路辛苦啊！袂啦，我下后日对台湾国战争管督团来。好啊，多一摆有甲新冠请假。阿爸，我已经完成你在生的心愿。已经回来到金门了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甲厝边冤家的时阵，老厝里面其他的囡仔，拢笑阮徛的这厝破破烂烂，我就会和因讲，人阮金门的厝真水。在我一憨憨的心肝内，真歹去想讲，伊三间真水的厝。甲迄金色色的番仔楼，因是水啊到什么程度，才会予阿公的名声变啊这呢个好？阿伯，这间厝吼是咱金门头一间的番仔楼。阿公，咱金门的祖厝真正是比林燕的房仔厝较水。是啦。金门到厦门的航线因为战乱封闭了50年，直到这个夏天，当小三通全面开放，拿外国护照的马来西亚金侨才被允许走小三通到厦门去。40多年的国共冷战对峙与航线封锁，在平静海面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金门华侨的裸欢血泪史，将随着时光推移，成为历史潮流中褪去的浪花。那当时，你阿公、李伯、甲李姆坐金星轮去厦门，然后坐河船落南洋。我眼前渡轮走过的这片大海，就是你们当年走过的那片海。你站在船顶看，一定不是头前的厦门，却是背后愈来愈远的金门。一定在想，我这世人敢有机会通搁倒来？18号离开后，就无阁带个任务。伫伊80几岁要过身的迄时阵，伊头壳内所想的，敢会拢是伊故乡的模样呢？这是阿爸的阿爸，的阿爸出世的所在。金门是俺的故乡，爱会记，咱永远是金门人。
是这安子大汉的金门仔，不情不义心切切。咱是靠安子生活来听性命，要爱一代一代传歌一代听。